上我在那边学习，我也是希望就是说，在那边是学习他们的生活，学习他们的思考模式，而不是学习他们的技巧。那技巧每个都不一样，对，有长有短。所以说，我现在就学习到了他们怎么样去思考这个模式。你可以看到说，我的作品里面其实就是颜色比较多。那我也希望就是说，回来台湾之后，我把意大利跟东方的这个元素稍微做一个结合。所以说，我现在取名叫做这个 Italian Oriental， 就是说 IO 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，在意大利文的 IO 就是我。那我希望就是说，任何设计就是以这个自我，然后人为本的出发点。